想象中的打工人。这个是不是很简单？今天是星期天，根据新时间星期六晚上的成果，只要听到我的帮手给你搞定，做得好给你三倍工资，不得游戏你一个娱乐，一个让外，跟着外打场，找到大型赛道，不行的，直接三十到位。等一会儿我得你们打。这个还是哪哟？那十六回的我没得腰，腰就不会发宽的。这个就是你要的万龙会噻，这是哪门子万龙会噻？龙呢？小龙虾，小龙虾，这个不是龙吗？那万龙呢？有头有脚的这些猪噻，一二三四，好多好多猪，宽大多少回嘛？那混了大场面呢？浪打一把还不到，你们吃不完。你要是一再冲出去，我给你搞个猪笼。炸！啊，猪笼的搞得有啊？啊，你真的是个鬼子！那中华对抗你究竟在哪呢？你自己看好嘛。这龙虾再加冰不是外国的嘛？你说哄我？把你从头家都看哈。叮叮叮。说有中国有外国人，他们还在摆脱了。就这一波，怎么几千个游戏跟老外对战？巨龙吗？这是啥聪明呢？你给我闭嘴！听到幺九多圈出来了，我开。我这就是阿瓦隆之王给你大场面，拉上你们五十个兄弟五十个龙，豆腐力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再派支小队绕到你屁股后，给你老家顶顶火，更壮观。现实中的打工人，给你听时间，终于完成了成果。好的。